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吃牛骨髓，好期待呀，哥。那不停哦，开始剥骨髓。嗯。哎，牛骨髓就这样一剥，这骨髓就不留了。哥，我也来一个，不干活难受。那不停哦。我们一会儿烤，然后还得做个汁儿呢。嗯。大热天吃什么骨髓？真能折腾。好吃。嗯。哥，我去点火。嗯，我也做个蘸料。火好了，哥。嗯，那就可以烤了。嗯。哎，好了，很快就熟了。嗯。哎，这个可以撒这个蘸料了，一会儿就可以吃了。曲艺上来了。那不挺好，哥，快好了吗？哦，马上就行了，撒完蘸料就可以吃了。嗯。好了，再数三个数就可以吃了。一、二、2.5、三，熟了。食欲上来了，哥。嗯，那不挺好。最后一个，快拿进屋吃吧。嗯，快上桌。嗯，来吧，小姨子。哥，我自己来。嗯。嗯，感觉上来了。自己来一个。嗯。这味道可真没治了，上头啊。姐夫，非常适合我的胃。嗯，干耳朵的味道，哥。喝茶。趁热吃。凉了就不好吃了，这玩意儿。嗯。